将官带那俩车犯，车犯俩拢无去，俩一个车犯无这个讲话听拢无我听甲过过过。陈塔，我也有客观一名熟的关系。常常报报你们的报报下子什么报带你奶奶呢啦。哎呀，我刚去过没有，我换新有电没啦。你是 UDN 的呢？哎呀，你不了解咩啥，人基础也拍无在，免得为皇上打将来嘛。当然你是无相信我的文采。哎呀，这个做官但的是才华，并非讲文采。这个物件是啥物？是真是假？爱吃才会知。不知主客大人要如何来吃？在座各城有人在传说，写下一张考卷是三文钱。如果若要下当参加考试，十六保你有官位。李明堂，你开偌济钱？爱细笑，我特别来到此地求取功名，不开一文钱。台湾条挑选奇才，你敢知影什么人才会当来？什么人？王子公孙，列位第一等，你是吗？我不是。财官满腹。满腹之才，下当入位第二等，你是吗？我是。既然如此，我们来第三项咯。到第三项，你若是用钱买，经过我这关，直接就打回去。你若是有才华的，老夫直接不看不起，我要考试。哦，既然安尼是，我自靠自己本菜。来到此地，你来做官，万寿一期。嗯，所以你好，蒋德明，我这边也考了皇帝最后的一日对答，对答不成，你才有做官的机会。哦，这我明白，上位是定期。无唔对，无唔对。那呢，你出队，我来写。哦，由你来写，我会按边接你。啊，我若讲啥，你就应啥。我若对天，你得答地会晓袂啦？当然会晓，只要你认得考，我一定答得出。我若要出一个绝对，哪会当何你敌难离题呢？诶，李明堂，听下，天做地盘，天做主，用手连天。简单，我对号你看。嗯。地盘路做线，不出卡断。我对天一讲讲地，我用星星做基理啊！
手臂咧在黏天，涂骹做线，我都断。痛啊！哎，英姐吗？哎，英姐，英姐，再来，再来哈！再来，要跟你考的是，血压机条，双腿对落地。那我跟你应答，风险合约背朝天，生死当，机条挡袂牢，对落地，风吹晓。血来收紧背朝天，痛啊！安尼有痛吗？啊痛痛痛痛痛痛痛！还够第三？搁要考吗？考咯！是谁你来？听你，生死哦，摔跤的观音变尊救苦难。那我对摔跤的路行两行雷记住笔。这你安那解说啊？你就要讲。塑雕的菩萨，伊安怎在各家会变水？既然是世造的，当然伊若变水是要哪救苦难？啊，我叶罗汉同款是世造的，虽然流两行目屎，佮根本都是假的嘛。我那是去偷笑只好目屎。佮你偷笑的，敢无变水吗？最后一题，水一个质，合一个单，叫做天。屁怪问众生，咕噜哪里去？哎呀，卡里又西天。你出一对，有较困难哦。我对天的哦。我想来，一个字合一个单，叫做天。那呢，我来讲，一个字合一个卜，叫做哈。诸葛问诸葛。孔子哪里去？坐车游天下。妙哉耶！这个人才是了啊！李明东才华洋溢啊，超越群啊！有出的灵来呀、啊！你是怎样？为何会如此无用啊？哎呀，我这牛下镜头哦，头的戆戆，有镜头。哎呀，人家大人，你有要紧无？哎，稍等稍等，大人啊，你啉这是什么药啊？那味无解好啊。故乡传的讲什么偏方？地外尽头老人情啊！小蛋小蛋，地老人情，看你的面，气色无啥好，目睭骨落落，精神不佳，迄、那个字，看你规个拢白胎，你病真重啊！我病是真正重啊，过年到今拢无啥困呢。这应该是第二肠胃的病，会腰痛。哎，就讲我胃肠无好啊！哦，听我现代医生叫做胃食道的瘤啊！你是啥？大医生叫胃食道的瘤，究竟叫做胃食道逆流？哎呀，一肠头搞笑，这是一个胃肠的都唔对，但是看你的状况，你根本都唔是这种病。哎呀，来笑笑啊！你是来考试啦，是来考医生的啊？对啊，我都感觉你的病跟你所吃的药汤是不对。你这不是叫什么胃食道逆流啊？无咧，你这叫做钙冲。钙冲，何为钙冲？哎呀，想想啊，你吹气转蛋啊，这个是无。Yeah.
才华以外，伊你你也捌无？我当初有你，我知，而且我有看一切，而且人伫咧讲，只要会当断美丽，当然爱望闻真切啦。望闻问切，看天望真着中。我方才甲你看，你根本拢是你讲的迄个病啊！这个少年的心肝好，烟头才华有较高。如果皇帝若有解，甲伊娶回来，这就是一块宝。我有一个查某囝，会当甲伊杀做伙，安尼我咪加一个囝婿，有桥倒桥倒。先生，方才迄个药啊，你都唔通搁再啉，对你无帮助。安尼好，既然是安尼事，我会找下医生问看卖。